黄南瓜。有你的那春天见红梅，黄花金丹霞，一片白云流，大铁的树梅，人手飘飘的，天赐的福，天王落地。我有你的那春天见红梅，黄花金丹霞。一片黄绿水，大树的树后，人手他家里，人住的土，天王国里。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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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两行对万人民拢有利益，我嘛华视人也是较顺吼，啊，阮特别感谢你，虽然天气无好落雨，啊，所以阮也就是看四位兄弟无受阻挡，伊愿伫遮来敬拜有多你，愿这里甲阮同在，阮今日从过共产党沟通到信息，现在信息是阮考量中的挖苦，伊都是阮考量中的出口，和阮的坚定的信心。来挖苦上帝，不管是逆境、是顺境，我个人信靠你，个人时时感谢你。伫这个感恩的季节，我特别感谢你，算是我丰丰富的恩典，予我下趟有健康的身躯，有些自由来活动。我算是我每一个人一个温暖的家庭，能享受亲情的快乐。特别感谢你，予我下趟真侪个家己，予我下趟也是最有福气。感谢你，设立这个公益分享大会，虽然真热血，但是通过一个木匠到阮遐伫姊妹关心，也是，就是帮助阮通持续将上帝信息公益来宣扬伫周围所在，来上帝国，真下天看一个子女，阮将阮的感谢拢奉献伫子女的面前，啊，特别伫这天气都变化的时，就是你保守阮每一个人。身躯平安健康，啊！感谢苦行中遐一阵遐这同在，过去因一次因差看护因，也能得到平安。咱来祈祷感谢，感谢你们的平安。下面来要请张浩石老师来报告。各位乡亲们，大家平安。啊，咱也过去感谢郑和团队哈。落雨啊，寒冷哈。下个礼拜是要请道谢干事这个牧师讲道哈。我想吼，咱以后就是落雨咱就伫遮啦哈。因为是咧惊讲无人甲咱带些物件，我想是无问题啦哈。所以像体重一样。跟我在那地堆小肚子我按什么在那地堆就在那地堆找回家来但现在先回家来就是说如果没人给我们载以外我们就在那地堆了不然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反倒可行救台湾今天要到家己到了应该是中华街请咱为着这个行程祈祷，求上帝保护因照顾因每一个人的身躯健康平安，来通知十二月初八平安来到台北咱来祈祷上帝帮助因这个旅程这个旅程有效果咱大家爱伊祈祷啦康泽老师你在做什么？阿弥陀佛，请安咱那个延安，咱个伫台中个公益个教会，有哪有一个主会啦？迄个主会伊是办一个演唱会，有一个歌
甲弱势团体来募款，啊，要奉献，所以因是为了这个来进行募款吼。啊，所以下面礼拜三收收了后，我会落去台中啦，去甲因参加一下吼，代表咱遮去甲参加一下。啊，有哪互因知影讲咱的这个团队可行的这个队伍，后这礼拜了，后礼拜就会到台中啊啦。所以因为台中的时阵，咱会伫遐礼拜。所以这个是为了咱的欢乐科研的队伍进行啊，当然这个进行是为着十二月七八了的整座啦吼，伫这个总统府头前遐要整座啊，目前是伫招募这个参与的人啦吼，检查有的人无法度讲安尼坐足久啦吼。啊，是讲坐几礼拜、几日，有工作的关系，还是什么因素啦吼？不过，那会使，会当一波，还是一日来算嘛吼？啊，我会当参与倒一日，我会当参与倒一波，还是参与倒一点钟哦来迄落。啊，可能咱的教会较徛伫种，到时带指导的这个角色啦吼。啊，维护这个整座人的安全甲平安，所以。可能教会会发动这个部分啦，哦，教会就是维护因的安全，啊，用咱的教会的角色来给伊关心这个经济活动啊，哦，所以这是后来十二月的代志，所以咱也当然有朋友，也是讲为着这个工作，救济的义勇军哦。台湾义勇军的这个运动吼，要参与的，会当个公道名加报名了吼。安尼，我大概补充这个吼。咱阿未阿未互相请安啦吼，咱用来咱用咱公益行动教会请安的方式，咱徛起来来大家互相请安吼。这摆介绍嘛不要紧呢，简单呢。后礼拜介绍，啊不你讲。我后礼拜再来甲大家介绍我家己，好，感谢平安。好嘞，好。请两位来吟诵佛诗，分别注意吟诵我卡崩。啊，吟诵啥请共同带来祝福。Thank you.
传主耶稣流露伊的慈爱，愿天父上帝显露伊的公义，愿圣神表露伊的应允，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让伫苦伫苦路行搭台湾的义勇军，以及陈水扁总统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啊，现在咱今时大家阿叔，下面的交流时间吼。